is my life.我前些日子在山中采果子时遇到你，你一直昏迷不醒，
方才将你带过住处赵凯。这是谁的名字？听起来几分熟悉。你这几日昏迷时也时常唤起此名，记得什么？从有记忆开始，我就叫素素，一直在此处居住了。这里是东荒俊吉山，山里时常有野兽山妖出没，也有很多好吃的山果。对了，你也恢复了，出去走动走动，顺便采些果子回来吧。
没事吧？刚刚多亏了一会儿公子解围，不然我可就成了金尼兽的点心。降妖伏魔乃是分内之事，不必客气。金尼兽是千年前大荒时期的十大凶兽之一，后臣服于义军秦苍，作为他的坐骑。不知是何原因，那金尼兽于十年前来到这东荒郡极山，令此地十年大旱，千里焦土。我此行就是受天君指派前来降服这妖兽，可惜让这金尼兽跑掉了。二位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告辞。这位夜华公子玉树临风，潇洒得紧呢。我想打听一下，这里便是东荒郡极山的地界了吧？啊，我是来寻人的，人生地不熟，冒昧叨扰了。我刚一直在这里看戏，我平日里最爱看戏了。此山勿要在人前招摇，
慈善确实是个法器，可能会引来不少祸事。多谢你出手帮忙教训了那个假道士。慈善子的主人与我是旧识，既然现在他认你做熟人，我们也算是有缘了。好汉，小子真的知道错了，还请好汉高抬贵手。其实小的根本不知道什么玉清昆仑山，是一位大爷让我这么做的，事成之后赏我百枚金币。我想应该就是那金尼兽，看来他是冲着这玉清昆仑山来的。那厮知道我在这附近不敢现身，不如将计就计引出他。伤了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。我只是想为他做点什么。上苍的怜悯，迎接大地的福泽，哪里懂得寻人辨位呢？无妨，我观施主双眸皓月，不似凡俗之人，你我相遇或许便是上苍的安排，还请让我为阁下卜上一卦。不可泄露，虽然无法为施主道出天机，不过那黑龙应该是落于山上。可是夜华公子去了哪儿呢？一直没找着。这黑蛇似乎是受伤了，看起来好可怜。
不见好啊。你再去采些草药回来吧。我的小黑兽不见了，刚回屋收拾了下，出来它就不见了。或许它是嫌弃我走掉了吧，不过我太笨了。有件事我想请你帮忙。修仙者讲究因果之缘，素素是我在凡间结的缘，我想怀上这份情。正是我想知道如何让他喜欢我。那我该怎么做？对凡间之事我不是很清楚。苦肉计，夜华公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身上怎么受了这么多伤？我被那金泥兽所伤，又与山中妖怪埋伏，好不容易才逃出来。快快进屋躺下，我给你清理一下伤口。咦，你这伤怎么好得这么快？我想应该是你的草药特别好用。不过我感觉还有内伤，只能暂时住在你这里了。好吧，先前你救了我两次，照顾你也是应该的。我已经在这里住下了，然后呢？我明白了，这是夜华送给我的，看他平时像个木头，想不到还挺有心的。最近剁了姜吃饭的嘴，我该去买米了，你帮我看着他，可别到处乱走。原本我一个人过得穷困一点倒也无所谓，现在多了一个大活人，恐怕是要饿死了。素素好像好几天没回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还走了这么远的路。我见你迟迟未归，便出来寻你。我迷路了，上次也是迷路了，七八日才走回家。七八日能迷路迷成这样也算是本事了。我这种人看来只适合养养小动物，难怪我养的那只小黑蛇都没再回来看我。大概你很想他吗？他那么俊俏，当然想。这件事我必须和夜华当面说清楚。你要我离开？我不是要赶你走，只是我虽然救了你，可我养活不了你。你救了我，我自然该留下来报答。
素素，我还要去办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可赶得上我们的孩子出事。你还记得那面铜镜吗？若有要紧事，就用铜镜换我。半个月之内，我一定回来。若还不回来，就再多给你半个月。倘若再耽搁，绝不轻饶你。好，但素素你要记得，我走之后，你万万不可离开这一片树林半步。素素，你看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。好漂亮的烟花，夜华，夜华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了，夜华？太子殿下在和鲛人族的战争中被斩魄刀所伤，现在生死未卜。怎么会这样？夜华受了重伤，夜华，你要等着我。我管不了那么多，我要去找夜华。降下来一群仙人，不由分说便将素素带上了天君。那为首的是一名女子，自称是来自九重天的天妃，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。不过我们这些平头百姓也不敢得罪仙人。伤势依旧不见好转，那鲛人族在巫庙中供奉了千万年的斩魄神刀，可真是厉害。我听说夜华找了个最为老实忠厚的人去服侍那个凡人素素，莫非就是你？与鲛人的战士夜华立了大功，此时应是在天殿吧。歇了吗？好多了，有劳天妃挂念了。倘若你有了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定要让那鲛人一族永远消失。
天妃的心思夜华明白，只是我有些倦了。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。对了，我向天君建议立素素为侧妃，毕竟怀了你的如喜，也算给他的名分。我原本打算假死脱身，与素素厮守终生，但天不遂人愿呐。回归天宫后，我还未曾见过素素，而我与素素联络的铜镜又被苏锦拾走了，麻烦你帮我讨要回来。传音铜镜，这里有很多，就是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个。既然你是奉太子殿下之命，那自然该是认的。是储君，已然昭告四海八荒这一桩婚事，我也是无可奈何。可是先前刚刚与青丘商定，由夜华代替桑吉与青丘白浅定下婚事，现在却又……唉。听闻，那青丘白浅乃是四海八荒第一美女，迎娶白浅后，说不定夜华便能回心转意。眼下就由着他吧，毕竟那凡人还怀着夜华的骨肉。天君英明，就请司命补个黄道吉日吧。我儿两万岁便已飞升上神，虽说娶的是个凡人，可也是头一次结婚，本宫一定要穿着最华丽的衣裳出席，
皇诸神来贺，可不能丢了天子的脸面，所有人都要盛装出席。罢了，本宫便赐予你一套时装。果然是人靠衣装，佛靠金装，这回看着顺眼多了。三千，更何况是未来天君呢？你来的正好，这位是青丘的小殿下白凤柳，快帮我劝劝他，不能在这儿胡闹了。现在太子殿下与我家姑姑立下婚约，却娶了一个凡人，岂不是要让人笑话我们青丘？我们青丘历来崇尚一夫一妻制，不是也兴旺至今了吗？我回青丘去将此事告诉爷爷，让他老人家来找天宗讨个说法。素素娘娘有危险，快快去救素素娘娘。那素锦娘娘今天突然前来邀请素素娘娘去莲池参加宴会，但是却带着素素娘娘去了诛仙台，我见状不妙，只好前来寻太子殿下。
是他自己跳下去的，我没有推他。他跟我说，天君要册立他为太子妃，然后他便拉着我的手跳下去。发生了什么事？素锦的眼睛怎么受伤了？夜华，你不要怪素素，想必他也不是故意推我的。我没有推他，我没有推他，夜华。太子殿下，诛仙台上只有素锦天妃和那个凡人。我真的没有推他，相信我。够了，我只相信我看到的。我没有推他，夜华。将素素带回去，没有我的旨意，不得随意走动。遵命。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推他。不必说了，我只知道素锦失去了生意，现在只能想想如何保住素素的性命。发生了何事？天妃怎么会伤到双眼？只是我与素素有些争执，我想她也是无心推我下诛仙台。素锦丫头可是忠良之妇，一定不能轻饶了那个凡人。啊，那你说说天妃的眼睛是怎么伤的？当时只有素素、天妃二人在场，此事不是素素做的，又能是谁？夜华，那素素是你的人，你打算如何处理此事？素素此举的确是罪无可恕，让素素赔上一双眼睛，再加三年累刑，不知可让天妃还有众卿将满意。修行，
安心在这里修行，还要过几个月素素才会把孩子生下来。不是很好，自从生下阿离，他就总是一个人闷闷不乐。素素娘娘又在说胡话了，这样下去迟早要出事。素素娘娘一直想不通，为何夜华殿下会那样待她。夜华，她就相信我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素素，你的伤养得如何？还疼吗？素琴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的眼睛没了不说，还害我也没了眼睛。我现在已经能看见了，我今日来就是想要告诉你，你用的是我的眼睛。难道夜华没告诉你，挖你的眼睛就是为了给我用？你说素锦说的可是实情？我只是一个路人，迷迷糊糊被牵扯进来，反倒成了他们的绊脚石，是我一个人静一静。什么？素锦的故意将这些交给素素？太子殿下，小殿下突然啼哭起来，若虚娘娘叫您过去一下。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只是分身乏术，还得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素素。素素娘娘说要自己出去走走，可是到现在都没回来，传音铜镜也联络不上。我苦苦劝说，可是素素娘娘只让我照顾好阿离便走了。
我有传音通缉，一直联络不上素素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夜华，我要走了，你不要找我，我一个人会过得很好，帮我照顾好阿离。素素，我告诉我你在哪里？我在诛仙台。素锦告诉我，从这里跳下去，便能回到我该回的地方。素素，不要，你要等着我。夜华，你放过我，我也放过你，我们从此就两不相欠了。